怎么能禁酒呢？拿筷子弄出来。这一块、哦、这一块东西是不能吃的。哦，这一块，哦、所以它像一个乌龟壳一样的，有点硬是吧？不、嗯、不硬的，不硬的。是公母都有吗？都有的，都有的。哇，公母都有。哎，然后蟹黄吗？那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带蟹黄，都吃了是吧？吃了，然后回来就不去了。要不然你跟着去啊？要命！这么大一个半斤多，嗯，哎，这个咱们小区的好邻居啊，王总啊，特意从你是从哪运过来的这个大闸蟹啊？苏州阳澄湖吧，真是阳澄湖的，嗯，今天刚寄过来，对，哦，让咱们小区的好邻居一块品尝品尝，尝尝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，太棒了啊、哦！你看看还带来了五粮液，尝尝鲜呗，大哥，嗯，尝，真好真好，来一个，咱们小区里的邻居呢，经常在一块聚聚啊。这是我们小区这个一个良好的传统啊！谢谢，我，对对对，哎呀，挨个分发了是吧？这很，哎，五湖四海，这螃蟹好实诚的啊！我自个来了，你母的还是公的？要母的，他要公的，还要母的啊？对，哎呀呀，真棒真棒！知道我要母的啊，我随便，来尝尝母的。母的有黄，哎，母的黄，可能质量比你好。来，来，对对，哇，谢谢，哎呀，这么大的个啊，大的啊，对，你自己留一个，哎呀，都大家伙，这个是我们地理性标志哦，地理性标志，地理性标志，我看，哎呀呀，这绝对造假不了是吧？绝了，但是这个也是几块钱买的吧？哦，挂上去。但是我现在想了解一下，这个螃蟹现在在阳澄湖价格怎么样？现在？价格应该讲，嗯，怎么讲呢？啊，价格分得出来。也看质量吧。哦，像这个这么大的螃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你花的钱也不知道。不过总之吧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乳山银滩呢，能够吃到来自啊阳澄湖的，也许上午还在苏州空运过来的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当天的，当天是新鲜的，是吧？咱们那个，对，这个菜啊，慢慢的在上啊，先品尝大螃蟹。